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日是2024年6月15日，礼拜六。啊，即阵是下晡是5点吼、哦。我来讲，最近我看到我身边一挂亲友吼，慢性病啦、癌症的啦，实在讲诶，咱足唔甘诶啦。啊，要甲劝讲吼，啊，即、這个自然疗法吼。哦我都互你癌症甲慢性病哦，慢慢逆转哦。啊，到即阵拢也无啥相信，可能咱也毋是医生啦吼，咱也无啥物权威性啦，所以吼、哦，讲话较无得人听。啊，但是咧，总是吼、哦，我希望咱我的网友吼、哦，大家听上来劝讲吼，咱即摆袂使乌袂去食这西药。袂使动不动就讲吼、哦，要化疗啥迄落吼，因为即摆台湾的统计啊，讲已经差不多4分外钟就一个癌症啊，那么说8分外钟啊，就咧一个癌症死亡，所以癌症死亡已经占差不多1/3啦。世界吼、哦，差不多10几分钟。平均10几分钟，才一个癌症，吼、哦，世界各国啦，但是台湾吼，才济人，当然这人济少也有关系啦，啊，但是比例上台湾是上济啦，所以这真惊人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前几集我讲，即摆开始我要趁一寡，吼、哦，无咧评论时事的时阵啊，来讲一个养生保健的这个，毅力嘛好啦。是讲吼，要安怎互人知影讲，要安怎用自然疗法较好个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今日特别选伫客厅来甲大家讲着讲吼，我即摆已经无吃到饱啊，所以若讲逐摆拢用行动电的行动数据的话吼，我可能一个月讲无几摆啊。啊，我即摆吼刷的即个客厅以及个。啊，数据机的边啊，吼，看下讲吼，较袂中途断线嘛，吼。啊，所以我顶工我是讲用5点甲大家讲吼，那么我即摆阁浓缩用3点甲大家讲。啊，今日要来讲第一点，啊，什么3点？第一点就讲吼，互大家认捌讲吼，现代西医出什么问题，有什么款的历史真相吼，甲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吼。安尼，恁较会知影讲哦，是啊，即摆西医袂堪哦。那么第二点就是讲哦，因为是啊，那即西医袂堪了，啊一寡包括西医在内，啊是一寡自然疗法的医师，啊是一寡老师啊，已经拢咧劝人讲哦，卖食油啊，卖食糖，卖食小麦，哦，减少化学嘅物件。来救天然的这个自然疗法吼，这是第二点。那么第三就是讲哦，那么这个自然的疗法啊，包罗万象啊，吼、哦。那么包罗万象，这第三大点我阁用分3点来讲，就讲哦，咱上帝给咱身体哦，这构造足复杂，比任何机械拢较复杂，拢较高级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。咱来善用咱身躯，上帝给咱的身躯哦，这微密的机器中间哦，咱好好保养，安尼好好保养，比如讲，伊给咱有一个好的身体以外，佫给咱有一个免于生病的一个机制啊，啥免疫机制？免于生病，就讲，咱有法度给咱的身体啊，新陈代谢，血液互通，有排毒，有免疫力，有这个。杀毒的这个啊杀手细胞，这款的啊免疫细胞来防止咱患病。啊，咱就是讲，咱唔知安怎保健养生，那唔知要安好利用上帝给咱的这免疫细胞，甲这个所有排毒经过的新陈代谢的原理啊，来保养咱的身体，所以咱唔只可以患病。当然嘛是，这是几百年来。或者医生甲咱骗，啊，动不动就叫人去食西药，给他化学毒，
啊，所以咱就病中加病啦。那么第三大点的第二点就是讲哦，上帝给咱遮好的物件，啊，咱得好好保养啊。哦，比如讲，咱用这款的咱的免疫力天然的物件，咱的营养素，咱一寡哦，有身体上，哈、哦，这天然的物件，上帝给咱这个。晒到日头啦，接地气啦，做气功啦，练习呼吸啦，哦，等等的这自然疗法，拢有法度予咱哦得到训练咱的身体，予咱的血液循环会通，然后通就不通，哦，啊通就不通嘛，就讲咱若血拍通就无代志啊。啊，这第三大点就讲哦。咱根据咱这个用心保健的除了这个天然的物件以外，咱要安怎利用这几千年来人类的这个所有的经验的法则，像《黄帝炼金》的这个中医啦、阴阳五行啦、吼、哦、啊这经络按摩啦、啊等等的这好的方法，包括吼、哦、做一寡气功，甚至。哦，咱有一挂草药的文化，哦，咱我囡仔是我阿公嘛是安尼教我，哦，摕一挂草药啊，我食，啊，迄无白害，哦，甚至各种治病、各种保养的，啊，即款是天然的物件，就是咱需要爱用的，哦，啊，所以最主要我即几年哦，有开始咧学一挂。中医的原理、甲经络按摩，用甲大家来分享。所以我讲，这三大点，我今日利用一挂时间来讲第一大点，互咱了解讲西医近代百年来的西医出什么问题啊？这历史真相是安怎？所以咱若要讲起遮，就讲哦，一千年前啊。基督徒吼，是欧洲耶稣基督两千年啊嘛。那么去到欧洲内地的时阵啊，那么因为这一挂犹太人啊，可撒犹太人啊，四界流窜啊，去予基督徒吼来等于讲排斥了，因为那个因是一个撒旦教啊，因是反基督的啊，所以拢用一挂。足邪恶的，什么吸这个囡仔血啦，吼、哦，啊做一挂乱伦呢，的这个代志啦，啊所以信这款呢，和一挂传统思想道德的人哦，认为讲迄离经叛道，所以四界去用排斥啊，啊但是因这啊乌合之众这归东结作伙。成立一个可撒帝国啊！啊，失去哦，迄当阵虔诚的基督教的东正教啊，斯拉夫民族，俄罗斯的祖先，甲因灭掉。那么灭掉了，当然就结下千年这个仇恨啊！啊，所以因尾仔流窜去欧洲、东欧各国的时阵啊，当然伊就气愤是这个。心中，但是呢，直接十八世纪啊，就一九五零年代，是德国的一个犹太村啊，战胜一个罗斯柴尔德。那么这罗斯柴尔德这个家族哦，伊真巧，哦，因为犹太人哦，讲蒙讲虽然邪，但是因真够教囡仔，为囡仔就是互因自然去发展。教因讲要加看册，啊，要安怎利用这册去来应付这个世界？啊，所以因的金融的头脑吼，迄当阵就开始萌芽。啊嘛安尼，因为这罗斯柴尔德吼，有咧收集古币，那么迄当阵的法国的皇帝啊，拄啊足爱收集古币的，啊，伊知影这个代志以后啊，所以就是
上这个皇帝古早的钱币啊，金币、银币、铜币等等的。啊，所以这皇帝就足欢喜的，甲交做朋友的。交做朋友吼，啊，伊就利用伊甲皇宫贵族家的来往。那么当时啊，发生法国甲英国这个战争啊，啊，伊就想讲这机会来啊，伊就是讲，安尼是伊用花钱吼，伊就开一个小银行，啊，来经营这钱币甲这金融的流通，因为古早吼，拢是用这钱币、纸币。你这个流通嘛，所以安尼顺理成章，搞这顺这个事发啊，这 WiFi 也是无法度离个遮近哦，嘛是长啊，但是讲一段时间啊吼，啊，我即爿阁继续来讲吼，伊发行这个债券吼，那么利用这英国、法国中间的战争胜败中间去炒作的，啊，比如讲法国。这个输啊嘛，啊英国印度赢嘛，但是伊是英国的银行吼，才大笔抛售了，抛售这个英国的债券了，吼、哦，啊大家想讲，哇，这个消息真贪光啊，啊绝对是英国要输啊，所以大家嘛对伊抛售啊，所以俗俗都买出去啊，啊买出去，但是因为伊知影讲吼，英国事实是赢。啊、所以到上尾一个时阵吼，伊就甲全部收倒来，拢接起来，俗俗啊收着了就。啊，结果第二天一翻两瞪眼，英国大赢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足奇怪哦。虽然安尼吼，法国的皇帝啊，嘛无怪伊呢，因为战争没拍啊，啊输就输赢就赢，啊来再战，因两边拢押宝啊。法国皇帝嘛是赚到钱啊，安尼知无？所以讲哦，唔好相信政治佬啦，即政客吼，什么皇帝啊，什么即大臣，什么首相，拢同款。啊，但是因为安尼，罗斯柴尔德吼，经过几下个战争安尼咧炒作吼，上冲下洗啊，哇，欧洲钱拢只有叫赚呢。所以，迄当阵，都美国都也未开始咧，哦，美国1764年才开始战嘛，1775年、1776年才独立成功嘛。啊，其实讲诶吼，这罗斯柴尔德吼，赚到这战争财了吼，哇，就如法炮制啊咧，直直安尼咧写啦，都有战争，甚至啊，家己去复制战争。听讲吼，这个什么五月花，嘛是伊派英国诶人吼。去美国呀，去武革命啊，所以世界的革命战争哦，几乎拢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后边塞龙呢。因为呢，伊只好赚大钱啊。安尼有安尼，恁知影这历史啊吼。啊，所以罗斯柴尔德变作世界上好家以后啊，当然美国革命成功1799年，甲1789年的这个法国革命，拢是伊母的啊。所以嘛，路易十四嘛，叫吊死刑啊。哦，包括这个，哦，拿破仑这個、滑铁卢战役，这种啊，罗斯柴尔德之后变塞隆的，甚至世界一出世代人，二出世界代人，拢是罗斯柴尔德因的家族。透过全世界的势力，安尼舞的，尤其啦，我来讲啊，罗斯柴尔德挑起法国大革命、美国独立战争以后，当然咧势力就渐渐入美国啊，因为美国渐渐变作世界上大国啊，所以1850年左右啊，就开始去美国扶持。金融呢，摩根家族啊，所以摩根上早是美国是上大的银行啊，摩根斯坦利啊。你想去香港，摩根斯坦利，台湾的这些家族啊，你看，连前的这个吼、哦，
这一件，哦，雷神皮，哦，嘛是一摩根上过班做专员，洗钱嘛。这个吴敦义，因囝嘛是啊，马英九的囝婿蔡佩兰嘛是只啊做专员啊，拢是咧洗钱。啊，我讲美国的这个啊、哦、摩根家族做金融的大亨。罗斯柴尔德跟他合作，合作了都1870年左右啊，佫出一个洛克菲勒，都这个人囡仔是约翰老约翰洛克菲勒，囡仔时就足聪明，会晓计算，无20岁就去一个伊石油公司啊做这个会计，那么伊一会计中间啊，就我倒做。结合这些所有的石油界啊，做一个标准石油，等于垄断全美国啊。啊，因为需要跟银行合作啊，就跟摩根家族嘛，所以摩根家族跟洛克菲勒就合作，把石油全部接过来。当然包括开采石油这些铁路啦、这些工厂啦，拢包做伙。所以洛克菲勒就变做石油大王。那么伊食做石油大王了，1905年左右啦，就开始因为提炼石油中间呐，发现讲哦，会用来做一个石油啦。现代石油就是安尼来的啦。所以1904年、1905年，洛克菲勒就成立一个文教基金会，就是专门咧。推动伊个西药市场，好，啊，伊个西药市场，都这边食点，我可能无大吼，都继续。啊，这个西药市场去中国吼，甲中国政府吼游说讲，哦，迄当阵可能孙文开始啊，袁世凯遮，哦，甲蒋。蒋介石遮，拢已经甲因合作啊。因为迄当中国散无钱嘛，伊大笔去，吼、哦，贿赂遮个政治佬啊，遮领导人嘛。然后劝因讲哦，因个这石油吼万能个啦，特效药啦，叫因讲爱放弃中药啦。伊古早时中国拢是汉医中药啊，啊，所以伊用这石油。去投资北京的协和医院啊，替因开一个医院啊，甚至尾啊，才渐渐什么北京大病院啦，什么开南大医院，有诶无诶，哦，暨南大医院，拢是因去开的嘛。所以伊的西药市场就入去中国了。同款是美国，嘛是什么哈佛啊、康奈尔啦、耶鲁啦，哦，这一挂遮的。人讲啊，即个常春藤的知名大学啊，拢去赞助啦，叫因讲哦，恁遮个医学界医生、学术教授啊，拢爱照因提供的教法来教，啊，若无照来教吼，就叫这遮个大学甲你抬头。给你出温，让你卖做医生，随个随来听话，甚至买收所有媒体，哦，点安尼，吼、哦，社会在洗脑，所以，佫传来台湾，拢共款啊。台湾的全民健保就是讲往西医这套啊。所以，大家即摆才发现讲哦，一出世界大战，一出世界大战。除了后壁对这个罗斯柴尔德、洛克菲勒家煽动的以外，因为这些军工业拢是因开的嘛，啊，战争对受伤嘛，啊，受伤就需要一挂抗生素、一挂西药啊，因就用这款呢化学的毒药吼来发明者给你控制啊，啊，而且二次世界大战
1945年时啊，要成立联合国，嘛是因去做的，因为伊有一个宗旨，就要新世界秩序，就是要统治整个世界，等于全球政府是因的统治之下啦。啊，世界卫生组织嘛是迄当阵成立的，啊，成立啥成立？就是洛克菲勒的文教基金会，甲英国的一个惠康基金会。啊，惠康基金会这个尾仔嘛变做一个葛兰素史克专营，变做疫苗公司啊，变做生技公司啊。所以1945年用因的钱成立的，就是拢在听因的话啊。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无影真正为着世界卫生健康来设想，是咧为因的西药疫苗的市场的利益来控制整个人类的健康啊！安尼恁知影这个效果就对了。啊，我现在也知影这个代志。当然啦，若要安尼讲，就讲我三年前的代志。三年后外前，我嘛还戆戆去看西医啊，因为我身体无胃出问题，几啊改去演讲，吼乌白食，胃本来囡仔是就无好啊。所以不是胃食道逆流，不是胃溃疡出问题，啊，就三几啊公斤就惊到，那是讲惊感情安尼。哦，我就去食西医，食强力制酸剂，结果咧，不但袂长筋，刷咧啊，一波一波愈来愈严重。所以拄好人介绍一个中医，我去食中医稳定了，啊，无我拄半年袂食袂困的。因为强力制酸剂是把你压制住你的盐酸、胃酸分泌啊，啊，你就歹消化，就食袂落啊。啊，尾仔我知影呢，中药我食了会食会困了，身体体力慢慢复原了，我就开始哦，安尼西药绝对袂使食，所以尾仔搁食我朋友的这个保健食品啊，来调养。结果我的肝甲油脂慢慢恢复正常了，我就去研究这个保健食品的原理，啊，甲一寡中医的这个原则。啊，当时三四万年外来多接新冠疫情，啊，拄好我要注射时啊，注疫苗的时阵啊，拄好落大雨，我都无时间去，我讲无方便，因为我本身就足无对这个。疫苗它足排斥的，啊！就好哩加载多落大雨，我讲啊呢，上天叫我莫去拍，所以，但是我阁予人传话就讲，这疫苗未拍哩，是安怎呢？因为日本有一款呢 A G 疫苗就拍落是啊，80几个死要几十个，所以呢吼，大家讲夭寿哦，疫苗以前的疫苗，那100万人死一个，就真不得了。结果注无几十万人，死要几十万人，几十人，表示万分之一、千分之一啊！安尼叫人敢不住？啊，迄阵我开始警觉，啊，人传我资料，尾仔想，哦，原来这疫苗有阴谋，所以我慢慢去人传话，我家己搁去哦，去网络找讲，哦，落灰灰灰落，这个西药神话石。内底到底咧讲啥？啊，这可萨帝国的这个共济会，哦，因这个千年的孙权政府到底有啥物阴谋？哦，原来倒倒起来讲，就是安尼，包括俄乌战争时啊，就是拜登后壁这孙权政府洛克菲勒集团，这先锋领航飞石贝莱德这的大集团，为了要撑乌克兰的利益啦，去啊洗钱，去啊共吃人的国营事业。就是安尼来，所以这几年渐渐，予咱觉得讲啊，这西药化疗绝对有问题，因为我读化学的嘛。啊，咱平时那么养生保健，化学做的物件，甲有化学农药的肥料的生产的这农产品，咱都唔敢吃啊。啊，咱若敢去吃完全化学做的西药？莫怪啊，这化学西药
不但袂好，拢甲你控制，控制了不但袂完全停止，煞来拢渐渐出现慢性病，甚至癌症。这就是台湾全民健保的阴谋啦，啊，恁知无？所以真相，予大家知的时阵啊，吼，由于我亲身经历，搁去找一寡资料啊，吼，啊，拄好一寡遮好的医生，有良心界的遮的医界，哦，陈义昌、苦行老师、陈俊旭、蔡凯洲。阿加姐的谈古化今，谈古论今化中医，即个节目，予咱渐渐了解讲，咱人本来就是用这天然的、自然的的疗法，不但会长筋，佫予咱全身躯恢复愈少年。啊，这西药是只是予你愈衰败、愈免疫力愈下降，未来。如果当病癌症拢对你做着，规甲你死的进程可能啊，你着爱洗身，你着爱甲着癌症，你着爱坐轮椅去提门诊，要死的进程八年至十年啊，你无法度行路。等于无尊严的一生是你要死的前，踮遐咧受艰苦，何必苦呢？所以我即摆三年外来。无食一粒西药，好好去做健康的运动，哦，好好接受天自然的，哦，啊，食一寡天然的保养品，啊，做一寡即个经络按摩啊，咱身躯，咱即摆愈来愈快活，心情愈轻松，哦，啊，逐天放互轻松，放互快活。当然，咱要自信，咱袂去着癌症，咱袂去洗身，啊，甚至如果有一天咱会去着癌症，咱每一个人的身体内底拢有坏死细胞，甚至拢有可能成做癌细胞啊。那么，咱若免疫力有法度甲抵抗、甲控制掉啊，一个做一个营养平衡啊，咱就无代志啊。哦，这足简单的道理。所以我唔敢得癌症。那一讲讲哦，癌症怎样，咱的免疫细胞，咱要如何紧的转来增强咱的免疫？用断食也好，用一寡哦天然的方法，加速按摩哦，啊，这是加强哦，比如肺部的肺癌时啊，咱要咱讲吼，怕咱的胸腺增加咱的这个哦胸腺的淋巴细胞会造成。B 细胞、杀手细胞、这个、免疫细胞，我都把这病毒排除掉。啊，无就我讲的血精极高的穴道，逐天点啊拍，逐天点啊捏，哦，加强起来。当然啦，这肝心脾肺肾五行啊，甲这五脏六腑啊，拢有连带关系啦，唔是甲捏这就好啊。所以未使有这个，哦，啊，这个讲，这个一个叫，哦。袂使有这个偏离的心啦，哦，都拢爱兼顾着对啦，哦，袂使讲哦，啊，这细胞啊，这个、大肠诶，肺大肠腹为表里，所以大肠嘛会用好，互伊到底我来讲啊，你的肺经的原穴，你细胞啦，骨里无好时啊，肺经的原穴是太阴穴嘛，是这，哦。大拇指遮，吼、哦，这手腕边啊，这个穴道叫太阴穴嘛，这就是肺经的原穴嘛。然后大肠经的络穴，就是咱的后边这阳经嘛，左阳明阳经，啊、哦，以这个偏历穴嘛，就遮四指起来遮手腕后边这个偏历穴嘛，这就是大肠经的络穴嘛，啊、哦。啊！你若大肠出问题时，伊个原穴就是这個，啊、哦，合谷穴嘛，就是虎口这个穴道嘛。那么配这个肺经的络穴，肺经的络穴就是这肋缺穴嘛，啊、哦，安尼你甲倒咧，你若细胞出问题，就原穴配这個，哦，啊配
大肠经的原血配肉血，安尼你就渐渐就恢复健康啊。当然不一定需要我都健康，但是加减用哦，加减有效啦，吼、哦。好，今日先讲到这。